求精益求精的时代，唯有领导者不断自我鞭策，才可以发挥力量，成就组织，造就市政会，并带领区务推向更稳定、更茁壮的阶段。接着进场的是李专区进场，李专区主席潘敬泽主席，李分区所属的分会进场，李分区周良安主席，以及分会成功狮子会陈友亮主席及前任会长一二三副会长及会子员进场，长隆会李伟立会长及李导师又进场，高阳会陈以乐会长及李导师又进场，以及思贤会杨瑞峰会长及李导师又进场。现在是第一分区的第一批次的拍照，谢谢。